因为点样样讲咧？嗰条女咧，你知唔知点样样嚟香港？原来嗰条女系真系同我哋之前所讲，用大飞偷运人嚟香港。咁我个朋友即系敲问之余，即系有少少怜惜佢啦。嗯，一嘢沤落去嗰阵时，佢就屌你老母娇喘，再沤多嘢就飙眼水又飙水咁嗰只。咁佢就讲话：屌你老母，你系咪黐捻线噶？你而家你赚我，屌你老母呢一个全餐做鸠晒都系白嚿水。你知唔捻知？屌你老尾，你开咗船几钱？船你几钱啊？你要屌你咪俾人沤嘅都话啊？系咯。咁同埋你知唔捻知？你跌捻咗落海，冇人会停低个船去救你噶，就俾鲨鱼咬咯。系啊。屌你个老尾！再跟紧住你而家，你落出街一查紧到你身份证，你知唔知？跟紧住条女开始惊咯、嗯，问佢：如果我喺街俾差人捉到，嗯、知道我冇身份证、嗯，非法入境，我要喺香港踎几耐？咁、嗯嗯、我朋友就即刻利用喺睇香港即系呢个立捻十的香港政府里面得翻翻嚟嘅知识啦。你首先去竹篙湾，起码坐21日。跟捻住，仲要事实，仲要再21日，然后跟捻住咧，就要抛你入去呢啲II 嗰啲嘅羁留所里面，起码一个月。屋企对面系啦，冇两个月，你都唔捻使旨意翻上大陆。即系假设而家你一落街买碗酸辣粉，就俾差佬小姐，麻烦你俾个身份证啊，对不起啊，呢个公安我尾又话啊，你又仆街啦，屌你咪非法入境啊，再知捻到你从事呢一个卖淫嘅行列，咁你就屌你都违反居留条例，咁你冚家铲先抛21，再攞等一个月。至屌你老母审判啊 ，get class 再递翻上去。你今年嘅农历新年咧就唔谂使旨意翻乡下过，惊捻到条女就屌你老母求饶，系嘛？咁即系换句话讲，其实屌你老尾头先所讲啲通唔捻通关，其实根本喺两个城市里边，大陆同埋香港已经用呢种嘅非法入境嘅机制咧，就不停嘅女嚟渗透。咁佢哋而家啲海关系咁捉大飞，又未见佢捉过一啲咁样。系啦 ，exactly。点解啦？咁猖狂系咪即系屌你咩啊？海关啊，何佩珊，你即系知道你班鸡虫屌你老肥系咪？即系辱海饥民？唔系嗱，你真系唔好，你又真系成日都为特区添烦添乱嘅。你呢个唔系我俾特区知道啊？你知唔知啊？你点知特区唔知啫？哦，咁样特区官员啊，乜嘢都掌握晒啊！系包括你啊，攞第一啊，系number one 呢个竞选特首呢个选举，系你唔好以为人哋唔知啊！啊，你个卵样，你真系。啊！只不过咧就咁讲嗱，事分轻重缓急，嗯，都唔怕紧要啲，梗系偷运猪肉啊，紧要过人偷运人蛇啦，系咪啊？所以话你后生仔就系后生仔，偷运人蛇有咩大不了咧？系咪先？猪肉先值钱啊！而家你睇下大陆，哇，又话抢猪肉啊，又话系咪先？嗯，啊，嗰、那个粮荒好紧要噶嘛，咁所以即系。搞咗呢啲偷运呢啲猪肉呢啲嘢先啦，慢一步就可能捉到嗰啲吓啲鸡噶啦，系咪先？系啊，即系呢个嗱，亦都系即系劝勉各位嘅呢啲嘅老友记，即系你哋咧去探访呢啲嘅楼上骨佬，即系有一个台嘅主持人咧，嗰个成日都做直播嗰、那个，嗰、那个都好中意楼上骨噶。我真系唔知你讲嗰、那个，我唔知你讲咩。系啊，咁嗰个都好中意流上骨嘅。咁你真系小心啲。即系嗱，你而家其实呢啲所有呢啲嗰个青春少艾嘅货源啊，系点样样嚟香港？我已经系爆温咗俾大家听噶啦。吓 ，OK 吓。咁你哋咧，即系会有好捻大嘅机会，即系源头点样样嚟呢啲神秘源头，就是、你哋呢班咁嘅捻样走去揼流上骨，就屌你老母惹捻咗呢啲，屌你老揈啊！唔捻知边捻度翻嚟就不明来源嘅确诊个案。就点样样嚟啦，系嘛？即系我可以话到俾大家听，所以只要一日有人大飞入紧嚟揼斜骨，咁啊，你哋班捻样中捻咗招，咁嗰啲就算个政府点样样去开关，屌你老母一单嘅呢啲嘅不明来源确诊个案，又即刻熔断机制噶啦，话俾你。你唔好咁样啦，鳄鱼。点解啫？几个月都冇本土个案啦，大佬。即系就算斜骨都冇啊，你唔使担心啊。就算感染到都冇事啊，大佬，你已经讲咗我哋嘅节目成日都讲呢样嘢啦，大佬。Okay, okay, okay, okay.